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，太阳出来了，但是呢今天起风了，反正温度有所下降，毕竟到了秋天了。昨天呢有一个修一个机子是蓝屏，客户给发过来个截图看了一眼，感觉像是因为是Win10的系统，它这个信息不太准确，一般蓝屏都是可能系统的事儿。但是客户把电脑搬过来一开机又开开了，后边说做一下系统嘛，结果进 PE 走到一半就卡住了，后边反正是一直不正常，老死机，这才发现应该是内存的问题。它的内存还是比较高端的，海盗船的那个马甲条，3200频率的那个，反正画个内存条没事了。哎，谁知道这么高端的这内存还会出问题？要了个惠普的，这是1112，这个打印机太小了，一个手都能提起。这是客户定了，这是6个3600。AMD 3600，今年装了比较多呀，哈哈。这网吧订了这个
显卡，2060的显卡。今年这个硬件更新也真快，这二系列显卡卖还没怎么卖，这个三系列就要出来了，3090、3080就要出来了。然后呢，今年这个英特尔第11代 CPU 也已经开始上市了，这10代还没等卖呢，这11代出来了。今年这个硬件更新的真够快的。哎，这是客户返修回来一个飞利浦显示器。对，因为现在就是一个技术啊。好，这是客户要了一个联想那个本，这是14寸的，这么丁点儿，看着挺可爱。哎，打开看看。哎，看看什么配置啊 ？i7-10710， 16G 内存。显卡是个什么显卡的也不知道，集成了吗？哎呀，还真是个不太知名那个显卡 ，M3500，没听说过。哎呀，这个屏看得真细腻，这。这个主板用的是 B46M Plus 的小板，然后用的是 i3 的 CPU。客户要求用集成显卡接一个 2K 的显示器，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别说接 2K， 就是接 4K 它也是没问题的。因为现在不光是9代，从8代、9代的 CPU 到10代，这些 CPU 的话支持 4K， 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怎么这机箱看着？哎，是上回那个提莫那用的也是这个是吧？
哎呀，这个花里胡哨的。这个还行吧。啊，JB。这就是彩灯。嗯。哎呀，这个风扇看着好花里胡哨。这是灯。空调。哎，一天又结束了，今天这一天够忙活嘞。下班回家，知道吧？现在天黑的早了，以前这时候天还亮。哎呀，又差点坐过车，我看感觉不对劲，到终点站了。我到问了问那个司机，结果还真是到终点站，就这还过了一站。哎，晚上这灯真亮，回家了。